朋友们，万代诚品部2024年7月新品发售计划。首先是一般店铺发售的部分。巨型机器人魔神 Z 定价18000日元。SHF 日番谷东侍郎定价7500日元。SHF 波风水门纳拉托99版定价7500日元。SHF 早门炭治郎定价4000日元。Mental Build Dragon Scale 龙王丸定价30000日元。魂 Effect 水星特效剑定价3000日元。 SHF 3-18定价8000日元。 SHF 朋克蜘蛛侠定价9000日元。圣斗士圣婴神话 EX 星矢黄金圣衣的继承者定价20000日元。 SHF 孙悟空特效配件包瞬移龟派气功定价3600日元。 SHF 绯村剑心定价6800日元。 SHF 阿索卡塔诺定价12000日元。 SHF 网飞版奥特曼崛起奥特曼加小怪兽艾米定价7000日元。罗罗魂立刻戴亚斯剧中版定价9000日元。罗布魂暴风高达剧中版定价10500日元。接下来是魂线以及其他部分。 SHF 真骨雕假面骑士35天堂回归定价9000日元。 SHF 龙珠 Z 秋怡定价7000日元。 SHF 推进冲锋摩托定价8500日元。 Mental Build高达巨舰强袭装备定价9000日元。 Mental Build 高达重炮强袭装备定价9000日元。 Figa Zero 艾斯 Bounty Rush 五周年纪念款定价9000日元。 SHF 假面骑士雷杰德定价8000日元。 DX 超合金超级鸵鸟定价32000日元。 SHF 基拉大河定价9000日元。罗布魂圣战士丹拜因加拉巴定价27000日元。圣斗士圣衣神话白金座摩西斯定价19000日元。超合金非凡强袭自由高达定价33000日元。 SHF 总而言之很开朗的安村定价9000日元。 Mental 罗布魂命运高达规格2定价17000日元。 SHF 特利迦强力型定价8000日元。罗布魂血腥的魔女特效配件包剧中版定价5000日元。罗布魂风铃高达修改型剧中版寂静零号定价10000日元。 SHF 安尼亚富杰定价3600日元。 SHF 炼巨人 Best Selection 定价5000日元。魂 Stage 龙珠地台商店限定版定价1000日元。罗布魂零号机改 Best Selection 定价5000日元。罗布魂二号机 Best Selection 定价5000日元。 Mental Build 命运高达 Mental Build Festival 2024定价35000日元。 Mental 罗布魂飞翼高达零式超合金五周年纪念款定价25000日元。 High Mental R Walker Gallia定价16000日元。 SHF 赛马娘闪耀幽俊少女名誉特别版其中包括游戏三周年纪念封套定价7500日元。最后呢是再版部分。 SHF 赛文奥特曼定价7000日元。 SHF 佐菲奥特曼定价7000日元。 SHF 孙悟空地球长大的赛亚人定价3500日元。 SHF全攻力悟空定价3500日元。 SHF 女性素体石锤剑太郎联名款描线素体灰色定价5000日元。好的，以上呢就2024年7月诚品部的全部商品，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